么又是我们两个、啊、主持人呢？好奇怪啊、哦！我跟你说，大家如果想要换主持人，把七七换掉，赶快给我刷 Davis Angels 的特质里，快点快点！这一集就是我们主持，刷起来，快刷起来，把七七换掉。你们这集就可以不用看到他了，不要看七七换掉，七七换掉、欸，但是没有人刷哎、欸。支持要换掉七七就刷 Davis， 对，赶快刷 Davis Angels， 刷起来！哎、欸，要有一个人带头啊！快点，没有人。好，我们走吧。好，我们好像那没有人想要看我们了。哎、欸，但是，小编说今天画面太美了，他在嫌平常画面。有，谢谢，我谢谢，谢谢小仙女，小仙女，你这么想要换掉七七啊？我知道了，收到了，收到了，收到，收到，小仙女收到。可惜七七还是要回来，而且我跟你说，他在旁边瞪我们。没有，我跟你说，他真的达人哇，达人也想把七七换掉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啊？七七在旁边脸都绿了。没有，哎、欸，他刚刚超不负责任的。对，他刚刚说，我说，哎、欸，你跟邦邦开场一下，我去抽烟。没有，他不是说，他不是这样说。没有，我是去思考一下。他不是说这样。哎、欸，武王，你也来得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想要把七七换掉，而且他刚刚不是说要去那个，他说要去打，我要去打，打什么啦？打混摸鱼，打混摸鱼，打混摸鱼，吓死我了！哎呀，看来大家真的想把七七换掉，只不过那我们继续吧。今天的来宾是婷婷，不行，他只是让我们来搞笑的啦，其实他在旁边这样，来，他在旁边好，七七还是要。好了，今天你们两个就坐在这，没你的事了。好，没有我的事。好了，我们，我告诉你们哦，我去吃便当。因为哦 ，Davis Angel 换时间了，换到我们上面一趴，对不对？对啊。每周五晚上几点钟？八点钟 ，Davis Angel 好好支持一下。对啊，因为他们的节目哦，如果敢称第二的话，好不好？就没人敢称第一了啦，好吧？不是，你们是第一名啊！好了好了，真的啊！把七七老大的谁来做客追踪起来，把 Davis Angel 追踪起来，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晚上八点接到十一点的概念。八点看完 Davis Angel， 十点直接接着。你们礼拜五的行程我们都排好了，对，就是八点 Davis Angel， 然后中间看到九点嘛，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一起 Q 一下，对，一起 Q 一下，然后十点准时。那请问我要干嘛？我负责干嘛？你负责，你没有、还是这样？还是我们两个节目，两个节目并一个，我以后固定当管家，你觉得怎么样？那你就打混摸鱼的，可以吗？大伟哥人有在吗？好像不在，对不对？大伟哥好像不在。大伟哥都只看你那一趴，我们这一趴他很少来。没有，他都会看啦，都会看，都会看。潜水，潜水，对面在，潜水，潜水。我们奇乐战队的都在，奇乐战队都真的吗 ？OK， 好，那就这样了，好不好 ？OK， 好，那以后未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星期五。为一期的节目拼收视率，好啊，好，以后我们就结盟了，好不好 ？OK OK， 等等我们下去之后讨论一下这件事 ，OK OK OK， 没问题。好啦，啊，我们欢迎我们的邦邦，还有欢迎我们关关，好替我们开场，谢谢你们，谢谢。加油！老大刚刚是要去思索人生未来的方向，哦，不是去抽烟呐，我是这么。我不用拿手麦，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抢人家麦，我抢人家麦，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比较喜欢握住棒状的东西啊，比较想要握住棒状的东西。来哦，各位宝宝们啊，这个晚上十点钟啊，这个收看我们的这个谁来做客？今天是我们非常美丽的哦，这个女主持人叫做 KC Baby， 欢迎她。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Baby。听说你有得到一台 iPhone X， 是不是？对。请问现在有拿出来吗？在这里。哎，我们节目的 iPhone X 居然是他抽到，真的是哎呀，太过分了！我那天我也很想抽啊。你不能抽。我不能抽，可以啦，你这个啊，在这边呢，这一支你知道吗？这个是谁送的？很感动，谢谢。谁送的？浩克。浩克哥哥。浩克哥哥不是送他，是在我们节目公平的抽奖，他得到的，运气超好。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大家要来到谁来做客？哦，这个我们今天是谁来我们的
这个节目里面玩。你认识这个女主播吗？我认识。你认识这个女主播，对不对？这个女主播我本身是对她非常欣赏。啊，我们先欢迎她是谁？欢迎我们的婷婷。欢迎我们婷婷。大家好，我是婷婷薯条。今天不止我来，我带了我的那个从日本，我们刚从涩谷回来，刚刚七七老大一起从涩谷回来，我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很有涩谷味的一个，就是我在吃那个围兜兜，我在吃那个烧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围兜兜，然后就这样子围着，然后就默默围回家，就是那个六哥鞋那个。所以人家没有要让你围回家，你现在围回家。对啊。然后你还拿来送人家当礼物，然后还要送给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就粉丝们都、他们想要这个是不是？对啊，这看起来我也自己也想要。这看起来围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涩哎。很色啊，真的啊，我觉得围起来就是对啊，非常的有 feel。很色啊，我们好像就是感觉到，只要穿那一条就不用穿。对对对，只要这一个，只单穿这一个，就单穿这一个，好，可以，好像不错。来，今天只要你们哦，这个今天是怎么样会送这个？今天我们的榜一，今天的榜一的宝宝就可以获得这个。今天榜一除了达人哥以外，达人哥不算吧？好，排除，不算排除啊，因为他穿这个坦白讲不好看。可是就是他最想要是他想要。对。真的吗？好，那好，那当我没讲。还有除了另外一个，除了这个礼物之外，除了这个之外，我在日本涩谷逛街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超符合我的，它是一个薯条，没看起来像像鸡排，看起来超像鸡排的，它是薯条，它是看起来很像那个菜瓜布。你看啊，你说很像手套戴进去的，对，它是手套，然后它是薯条造型的手套，还不错。对啊，在这个的寒冷冬天，大家可以获得那个。不是吧？这个是拿微波炉呢。对，其实就是跟围兜兜一套的啦，让你们在厨房 好还不错，还不错。今天的榜一、榜二还是只有榜一有这两个，榜一有这个，好。OK， 来，赶快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因为分享也会有好礼，分享有什么好礼？分享就会有得到我们的脚架。看到吗？一期的脚架啊、哦，一期的脚架啊、哦，赶快、哦！这个礼物非常好，我告诉你们，这个一期的非常好哦，有没有？因为到现在造成抢购，你知道吗？哦，一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堆差不多七八箱，这个没有人要，真的啦。而且，所以赶快拿出来，赶快拿出来，真的很好用，我自己都在用这个，我自己都在用这个，我自己都在用。好，我们现在赶快进行一下访问，因为被那个 David Angel 用掉太多时间，我们要赶快，好不好？来，这个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婷婷主播超级常在直播间，是真性情的演出，所以他有做过很多事情。我们挑三件比较这个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哦，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吃辣椒。对，你很喜欢吃辣椒，出了名爱吃辣，你是爱吃辣是不是？所以第一件事吃辣椒，让你们看看他有多能吃辣。第二件事扮鬼脸，第三件事情含水唱歌，三件事情让各位投票，想看看我们婷婷的绝技哈。你要这个现在吼，赶快投票投下去，怎么投？怎么投？就是我们手机要打横，对，打横，对，打横。我上次是说倒手机，倒手机不是哦，是手机把它打横过来，你就可以进行投票。赶快投一投票，赶快投一投票，好不好？哦，这个如果最多的，我们就会让他在节目当场做这件事情。好，我们赶快来进行一下。等一下，他吃辣椒，然后三连拍，然后喝水唱歌，那你要干嘛？不是，这个是下一趴，还没轮到。我们刚蕊的时候是在访问，我们先讲好。不是，这个是蕊的时候是在节目后面哦，你没有准备好，这时候讲，你没看到我们两个脸绿掉吗？好，这个啊，不是，宝宝们不好意思，他把下一趴，你不要再讲了，他把下一趴的讲出来哦，当作没这件事发生，好不好？我们剪掉，剪掉，你一直讲下一趴的，我快考你了，我跟你讲。哎，请问一下婷婷，直播之前有做过什么职业？直播之前我就是非常全职的那种，就是广告模特，就是各种表演都接，就是像是舞蹈商演啊，或者是主持，然后拍广告啊、拍戏、拍平面都接。所以表演的那个欲望很强大，很强，太强了，是吗？克制不了自己。给我一个悲从中来的感觉，对着三号机。好，悲从怎么那么突然？悲从中来。好，算了，没事。给我一个我受惊了的感觉，再转一圈。好。是这个吗？受惊呢、欸？不是这种受惊，受惊是受到惊吓。好，转回去给我一个浴火焚身。浴火凤凰，浴火焚身。浴火焚身。这
样子吗？你这个跟我受精了有什么差？好像没差别，还不错啦，其实还不错，还不错。OK OK， 所以你基本上做过各种的事情，包括旅游节目，包括舞蹈演出。对啊，你会舞蹈是不是？对，商演的。然后还会主持，口条真的是不错，对不对？然后还会这个表演。对，是不是拍片真的是蛮厉害的？那你怎么会想要进来一期当主播？因为不是，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吧？等一下啊，一期就一期，你们没一期当主播？一期当主播，你不要这样，你好，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子？你这样就感觉比较好像有喝过洋墨水。我才好了，不要这样，我们要正常一点。好，正常。所以你为什么会进入一期当主播？其实我就是我讲一下，好继续。其实怎么样？之前会接触直播是因为在内地做旅游频道，就旅游直播，然后是要跟大陆的朋友，然后介绍我们台湾有多好吃、多好玩、多好看。然后我那时候还做了一个那个台湾21天的铁路环岛之旅，哇，就是坐火车，太猛了，然后就拍自己坐火车，拍自己吃东西，我没有坐过火车哎、欸，我没坐过。他城市小孩、哦真的啊，我们平常都坐火车，他没有坐过火车，所以你21天环岛就是21天从那个南回。环到从宜兰再南到那个环到南回，再从北回这样子回来。所以在火车的有看到便当吗？有火车便那个好吃芙蓉便当，芙蓉便当真的很好吃，你可以试试看。芙蓉便当就是有特别介绍，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像泡温泉，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有特别的希望我可以直播煮自己是吗？对，在台东直播什么？煮自己就是泡温泉，煮自己、泡温泉是不是？哎、欸，有把那个蛋放进去会熟吗？的那啊、有这个地方是吗？对啊，那个不能泡温泉的、那个，蛋进去会熟，你泡什么温泉？这真的，他今天呛呛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喝酒是不是？我们在讲泡温泉，你在讲煮蛋。我以为那个叫地热，那是地热，地热，好不好？所以本身是一个非常爱旅游的这个对啊主播，就很喜欢到处玩。除了爱旅游之外，听说你有一件事情是，你为什么整天都在饿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是特别消耗热量。你们都不会吗？吃不胖哎、欸，就是你播着播着就会很饿，然后就开始吃播。而且我觉得我的宝宝们他还会觉得，哎、欸，婷婷怎么直播没有在吃东西，有点奇怪。所以他吃东西已经变一个常态。对，然后我又是在宵夜时段播，所以就害了大家一起吃。对，大家都好饿哦，然后就胖大家。我有一次看，也是我也觉得好饿、啊，看你吃就觉得好好吃。他看我很饿，看他吃那个啊，什么都吃。这种就是没在看的，有我真的有看过，他真的忘记了，我真的什么都吃，他真的什么都吃，装熟，我有真的看过，真的是什么都吃，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来，听说你直播之间有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例如说旅游的时候有带大家去哪里旅游过？像我到大陆，我有去爬那个张家界的天门山，它有999阶的阶梯，然后就边直播，然后就边爬到就登顶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其他像黄河，就带大家去看黄河，或者是带大家去看兵马俑。反正我走到哪玩到哪，你们就看到哪。所以兵马俑很壮观哎。对，很多只在那边。那你都不会害怕？怕他们吗？因为他遗物啊，他是陪葬的遗物。不会啊，我带他搞不好灵魂身体。你听，真的假的？带三次回家。就是买他们真的是用那个兵马俑那边的土做出来的房屋。我以为你真的把遗物带回家哦，那个对、啊，又像买三次回家有放在那边是不是？做纪念这样子。然后你直播听说有吃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对，这就像 KC Baby 说的，我什么都吃，真的，我就是我在哈尔滨直播，我吃蝎子，还有蝗虫。那个黄色，整个里面都爆浆，一咬出来喷汁的那种。那种到底是蝗虫跟蚂蟥是一样的吗？你说蝗虫，它是用炸的，炸过的，有点像盐酥鸡的感觉吗？对，其实吃起来是好吃的，脆脆的。对，但老板有点疯，他就是当时看我吃炸的吃得很开心，他说其实生的也可以吃哎、欸，然后他就把那个蝎子的尾巴剪掉，直接要吃，但我不敢吃，我不敢，他说咸咸的。除了吃蝎子之外，听说澳洲。吃什么东西啊？澳洲最多的动物就是袋鼠，我也把它吃了。袋鼠在澳洲不是保育类的吗 ？No， 你知道袋鼠其实在澳洲已经造成鼠患，它是澳洲人的3倍量大， uh-huh. 所以他们当天会有一年会有一天是可以猎杀他们的， oh. 所以是可以就是吃掉它。所以只要有一个东西多到不像话的时候，吃它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像台湾可能蟑螂。各位宝宝们，欢迎把一。
期的女主播全部都吃光，一期女主播真的太多了，已经造成女主播换了，我跟你讲，太多了啦，满路都是一期女主播。真的、啊，我常常去吃东西、吃宵夜，走来走去，或者是在或者是在免税店里面都遇到。常常碰到、你是七七老大吗？我说对啊，我也是一期的主播，很多啊，真的，女主播太多，就后来就吃掉，就吃掉，哎、欸、啊不，不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吃掉，没有吃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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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没吃啊、哦，好，所以袋鼠的吃起来感觉是什么？是用什么烹调方式？通常他们自己澳洲人会用水煮的方式，就猎杀到直接回家水煮烹调，然后我吃的是在超市买的一整包，就是做成袋鼠干的样子。有点像是那种牛肉干的那种制成方式、嗯、那真的好吃吗？还好耶、欸、就是真的很臭，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吃老鼠，它有臭味哦、喔、那为什么要腥腥臭臭的啊？我什么东西都吃啊，不是你本身喜欢吃很腥的东西，对不对？多要多腥，例如说，不要问我例如嘛。啊，我本这样讲，我好害羞。我蛮喜欢吃，我就什么都就是都可以。听说有吃过蝙蝠是怎么回事？蝙蝠是在柏流吃的。有吃对啊，那个是有点被老板骗了、啊。就是我们吃完一桌菜，他突然端出一碗汤，然后就招待我们大家。喝完之后，然后老板就突然拿出一只蝙蝠，说：“哈哈哈，你们刚喝的是他的汤。”补汤，补汤。他有配枸杞啊，或者是一些中药材。那蝙蝠好吃吗？然后后来老板让我们拍完蝙蝠之后就拿去肢解，我就吃了他一只小腿。口感很 Q， 然后比鸡肝还腥、嗯，也是不好吃。但是青蛙一样好吃吗？你硬要拿蝙蝠跟袋鼠比较。能蝙蝠好吃一点，蝙蝠好吃一點。对，了解了解。所以啊、请问一下，你在直播里面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呢？突发状况，突发状况。对，有一次我在蒙古直播，然后那时候我朋友有一只狗狗是边境牧羊犬，然后我就带它去遛狗，然后那时候。因为他真的，我跟你讲，那种大狗狗的运动量太大了，你都不确定你是在遛他还是遛你自己。对，然后他就一直跑，他遛你的感觉。对，他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就是顾不着我的镜头。因为他很大，他非常大，他力气也很大，一直跑。但是我就后来一个没注意，就是他边跑也可能边大便吧，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给他踩下去。在直播的过程，在直播过程啊，热腾腾的。所以以后未来想要看到。女主播们花容失色的话，一定要去看婷婷那一台。对，怎么在直播间大胆示爱啊？对啊，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要低调一点。直播间大胆示爱，安内没在了。来，有一次在饭店直播，等一下。对，我就好像屎尿都有关系，就是刚是大便嘛。现在我在饭店直播的时候，因为那个饭店的那个频数比较小，然后那时候播到一半又没有伴奏，没带声卡去嘛，然后我就说我要去上个厕所、洗手间，然后我就很放松的去了，然后去。所以我可能也就是没有很 care， 也没关门，是不是有声音？被看到啊！不，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有声音哎、欸，就哗啦哗啦的。重点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下他们好像我就上了热衣，然后还直播，就是那个因为尿尿的声音上了热衣，然后追踪人数持续在增加，太猛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呦，不是，请问一件事，你们有病是不是？听到人家尿尿很大声。搞不好很性感，他们是喜欢这一种的，觉得很，他们觉得我膀胱很强，就是膀胱很，所以你变哗啦哗啦，对，我就以后都被叫哗啦哗啦。本身的膀胱是跟拉布拉多一样的嘛，对，啊，所以太猛了，那时候很多人追踪你，当下，所以你又踩过，比平常我在那边很努力，就是装可爱还多，因为有。屎有尿，所以你就变比较这个，大家都越来越知道这样。对，屎尿主播。其实我觉得哦，一期里面他算是数一数二真诚的，真的啊，他是很真实的主播，而且还长得蛮有气质的。但是哦，却是很天兵的感觉。我跟你讲，真的、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一起去日本嘛，对不对？去日本涉谷拍照第一名呢 ，Number One， 第一名哦，啊，旗子有几面，你知道吗？十面旗子要放在那个涉谷街头，超厉害的。他是涉谷第一名啊、哦！当时有跟大家感谢一下好了。谢谢所有就是支持我涉好涉满的，就是宝宝们，对啊。对，涉谷啊，涉谷活动涉好涉满，他第一名的。对啊。但是听说你那一天好像是最晚到，你知道吗？机场。对，因为我看到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花容失色，然后那个头发好像也没有梳什么的。我那天有带护照，就很好嘞。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大家这全团的在等他第一个。啊，对，真的，我平常就是常常飞，所以就是拉东拉西的。
很厉害。啊，你体力这么好，是不是很常在运动？因为我看你还蛮。对啊，就为了要吃，所以就会很努力的动。那你都做什么？我去年拿到一个那个潜水佩迪的证照，就我喜欢去潜水，然后也喜欢爬山、跑步。潜水很棒，运动型的，啊啊、嗯，真的是还不错。虽然说因为直播有比较偷懒一点，但我觉得你已经很全方位了，很厉害，真的。也会跑步哦，跑步我要去跑马拉松，像马拉松，对我跑半马的21K 的，在台湾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五个赛事。你好猛、喔，21K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21K 什么？21公里耶、欸！对，你知道21公里从这里到哪里吗？到、我也不知道。到没有了，没有到。从这里到台中，从这里到哪里你知道吗？从这里差不多到板桥。我有跑过从内湖跑到板桥的，真的假的？内湖到板桥、啊，你跑得过去？三个小时再多一点，太夸张了吧！你从这里到东区走到信义区，我都没办法。对啊对啊，真的啊，从这里要走过去，你叫我从这里走到楼下 Seven， 我都没办法。所以你接下来你想要去，接下来你想要去哪里玩？我要去东京跑马拉松。东京跑马拉松是不是？然后顺便看一下我们那个涩谷的旗子啊，因为它的那个路程是会经过涩谷的。对，真的。你要好好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其实我们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去涩谷那几天呢、主播们都感情蛮好的，对不对？还有这个带你去玩，或者是因为他会迷路啊，对不对？对，很容易迷路。然后介绍他吃的、逛街的，所以那一天呢、是主播们都相处得很愉快、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可以因此而比较就多一些经验。对、因为你这一辈子，我跟你讲，我或你不可能在日本有插旗子。对啊，如果还有可能就是通气，这是一个通气的概念，插旗的插到日本去，你知道吗？啊、以后我们会跟我的孙子儿子讲说，涩谷那边的，就是遗臭万年的意思。不是不是不是，流氓。擦过，对对，要你说你在涩谷擦过，对不对？对，擦过，不是擦旗啊，擦旗，擦旗。对，以后我会跟我的那个孙子儿子都讲，太猛了。好，来直播有没有什么快乐或者是心酸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很难得，就是可以在这么一个很虚拟的空间里面，然后真的你碰到这么真实的朋友，那种。真的是触不到的温暖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其实我跟你讲一件事哦，你的直播是最扣人心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真的假的？对啊，因为坦白讲，你以前不红，不真的。欸、你很我讲真的啦，这个是我是实话实说，因为我们以前是朋友啊，对, 啊对不对？我们很早就认识。以前他不红哎、欸，以前他不红、但是后来经过他的努力之后，慢慢的哈、崭露头角，越来越多人看到。就是要靠努力、啊。之前有一个主播叫嘉玲啊。Lina 嘉玲啊，她播两个月就来上谁来做客，等级到100多等，为什么还在这边讲心酸的事情？哦，还那个节目稿上面还写她心酸什么东西哈、我根本就不想访问那一段，真正心酸的在这，我跟你讲，嘉玲在，哎，真正心酸的在这，对啊，真的心酸的。前面没有讲这个，以前不红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没什么人留言，一路走到现在变成了。17数一，不要讲数一好了，薯条姐姐，薯条姐姐，请问一下，有什么这个心路历程？跟我们，因为我们的节目有非常多主播都会看，好好跟他们讲一下，从以前到现在这个事情。以前真的是有经历过，就是你开播真的完全没有人，然后那时候又要凑时数，所以我几乎一天要讲2个小时的话，然后我又自己就会去找一些主题，可能是我要介绍个东西，然后就一直自己讲，一直自己讲，讲，然后讲到就自己默默的关播。但是后来就是真的不能放弃，你要一直很努力。有没有曾经感觉到很无力？有啊，常常啊，常常很无力、很无力。但是虽然开播之前都很兴奋，就我现在要开，我准备好了，然后开，然后看完之后，可能中间可能你会觉得没人的时候会很无力，真的。对，但是还是想说还是要把它完成。怎么坚持下去啊？这个就还是有一路上这样子陪着我的宝宝们，对啊。真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放弃。我们主播们真的不要放弃。他以前哦，真的没人看的，现在到现在哦。真的是把他的优点，然后他的真性情、可爱的地方，让大家直播间都看到。所以过去的他，也许你还没参与的话，赶快今天把他追踪起来。
对不对？今天把它追踪起来，光鲜亮丽的女主播的外表之下，曾经是哈一期的阿信，真的阿信真的啦，一期阿信啊，哇，这个评价算高，灰姑娘，灰姑娘，对啊，所以真的是她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哈感觉到很热血。Oh, 真的是不错，对，真的是不错，就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概念，就是所以，那有没有粉丝做什么事情让你很感动？粉丝吗？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会很常的陪伴我，然后不管是我在冲活动啊，或者是在开播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会提醒我真的啊该休息了，然后比如说我咳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就是赶快要告诉我怎么样治疗啊，去烤橘子啊，烤橘子怎么烤？什么叫烤橘子？就是前天吧，就有一个宝宝跟我说，好像就是要把橘子泡在盐水里面，他特别去 Google 查哦，对，然后就泡在盐水里面，然后再那个泡10到15分钟，然后再拿出来风干之后烤到那放到烤箱里面烤，然后一定要吃烤过的橘子，生吃的话。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你用解说了算，在那边 at 人是怎么回事？我快考你了，为什么是解说了算？解说了算，为什么是解说了算？你问你在他打他的节目是不是？你现在给我换成谁来做客？你再用解说了算，我直接把你打哭！我跟你讲，打不想看到这个节目，好不好？换到换给我换谁来做客？不好意思打断了，然后刚我先骂人一下，好，私人恩怨先解决一下，私人恩怨，私人恩怨，好，对，宝宝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跟投票哦，嗯，然后分享投票，赶快处理一下。好，来，我们继续。刚聊到哪？因为刚骂人，对，骂人一下。对对对。然后我又常常迷路，可能边开播嘛，然后又没办法开导航，所以他们就会告诉我路要怎么走啊，什么，就是变成是我的救星。对啊，完全就是在再生父母，对，真的是一直陪着我，然后又帮助我，又关心我，照顾我这样子。来，直播间的闹钟，它是提醒你要提醒我要关播了，因为我每次都关不了播，就是可能说我今天凌晨一点关，然后就已经到了。1:30了都还没有，所以就会有那个 mini 就会一直提醒我说，就是下播障碍，对不对？对，下播真的很有障碍。为什么啊？你不会吗？我不会啊，我是每次讲说我今天到播到3点，但我2点我他妈好想下播，真的假的？真的、啊，你太厉害了，就很累啊。我们都时间过超快了，我们都没有办法马上下，对啊，下不了哎、欸，可能1点说要下，然后到3点。不会啊！哎，现在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处理，达人哥，完蛋，他断掉在227是怎么回事？含水唱歌哎、欸，227是不是？好 ，OK OK。为什么我要投票按不进去？来，请讲。因为我们的手机要打横。太好了，知道吗？打横，打横，把手机倒过来打横。还有这个抢红包，最近大家有没有都真的是最近到红包？最近有了有抢红包，怎么疯狂、欸？抢红包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玩游戏重点是它很有意义，就是你不管是跟着那个红包跑马灯去抢，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是会收集红包，然后再回来就是刷给我。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感动。那个、我们节目有没有办法玩红包啊？不行，是不是？节目上不能玩红包。啊，这，哎呦，下次设计一下，我想等一下到档期大档期，不会不会，下次以后在节目设计可以玩红包的。对啊，这里这一间需要更多人来看你，因为我坦白讲，他现在很红，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希望更多人看到婷婷，更多人能够来支持他，好不好？这个投票还有最后了嘛，好不好？我们最后。30秒的时间，来，我们最后30秒，赶快投票。投票，你最想要看我们的这个婷婷啊去做什么事情？现在是什么？吃辣椒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三连拍也好，或者是这个含水唱歌，看你们想要投哪一个，好好的支持起来，好好的把我们。等一下，我现在可以讲了吗？你可以讲什么？可以讲，我刚刚想讲。不行啊，不是啊，還不行，不是啦，开票的时候，那个等到做了之后再。我真的很期待，我因为好，我跟你讲哦、喔，我不要破梗，以后这一个助理不要请来，很烦，真的。因为他一直弄，他一直处理，我快要敲他了，我快敲他了，真的。不好意思哦，他不按朝牌理出牌，可能晚餐的时候喝高粱喝太多好不好？来啊，最后5、4、3、2、1，好 ，OK， 停，现场停。来，我们来看现在目前票数是什么？含水唱歌，含水唱歌是不是？
好哦，哎，含水唱歌让大家猜好不好？好不好？让大家猜，来，大家猜，唱三首，白板丢，再来，来，哎，我们想一个什么歌？好，想一个什么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真的是之前贝贝在我的直播间，贝面姐姐在我的直播间要求的。好，来，含水唱歌，可以哦。这一首歌，厉害。哇，来。可以吗？可以吗 ？OK 啊，宝宝们可以猜哦，好不好？你要告诉他们几个字吗？不用告诉他们几个字，我谁要告诉他们几个字？不行不行，好好好，来开始。好，猜哦，你们要猜哦，猜中了可以干嘛？不能干嘛？好不好？就一起同乐一下嘛，对不对？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唐老鸭？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一次。继续啊，继续。有有有有。厉害呢！太不错啊，不错啊，这可以啊，这 OK 啊，这可以啊，可以可以。再来再来，你还有什么歌？有人说是唐老鸭在唱歌吧？哦，刚好可了。哎，你还不错哎，真的，你那音准一直有到哎。好，那我等一下走音一个。好，我们再一个。我们再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你比较流行的。哎呀，我会唱哦。你会什么？对，你还问我。我来。哦。来。很红，很红。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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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欸、其实唱得不错，继续继续继续。哦，他还有拉尾音呢、欸，有啊有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告白气球，没错没错，太棒了，超厉害耶，超厉害耶。还要再一首吗？还要再一首吗？有什么歌？有什么歌？啊，我想一下哈，来，太简单，他们都说太简单，好不好？好，来，我来一首难的。他这根本就是在整你，我觉得。你会不会这首吗？不行啊，我那个我麦克风。那你这样唱出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不想跟他一起主持了。他还讲说，那我小小真的麦别在这里，我快考你了，真的乱七八糟。你他这样问我，然后我就愣住。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想说他在偷偷在耳边唱。今天我跟你讲好不好？他的主持费今天捐出来，真的让大家抽奖，我真的快要生气了。我快要生气了，老大笔都不见了，现在气到笔都不见了，好有效果，还敢给我哈哈哈哈！真的，你以为你这样偷偷这样遮着就可以？哇，那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啊啊！我真的好笑。来，再一首，再一首啊！最后一首了，好不好？这个不要。可以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哇，我快要笑死了。哦，这个不会了，这个不会了。继续啊！这应该有一点难猜。四个字。四个字啊！四个字，四个字，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你副歌，副歌。对，副歌哦。这次比较好，这次比较好。比较明显。非常好，再一次，再一次，可以了，快，快猜出来了。最后。好，不用，最后一句，把我最好的什么献给你，来，不用，直接唱。好，把我最后的爱献给你。哎，可以，可以，可以 ，OK 啦，真的啦，算唱得不错，好不好？我的妈，真的蛮厉害。刚刚那个喝水唱歌，大家都截图了，你知道吗？而且
你都没有喷出来，我还想说你会喷出来。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主播，他绝对是一期最没有包袱的主播，该追踪追踪起来，大家帮他拍手一下，真的这太棒了，这太棒了，这真的太棒了，没有包袱，你是我们谁来做客到现在没包袱的。真的，正最没包袱的主播，有很多主播弄得光鲜亮丽，一个洋芋片叫他吃掉下来都那个，对啊，不会跟你们讲是谁，谁，我不会讲，伟如是我好，啊，是我好朋友，没有啦，没有啦，不会，那不不要乱讲，不要乱讲，你是最没有包袱的，我们不会讲是谁，对啊。啊！现在玩到哪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干嘛了。现在玩到、投票完了，就是投票完了，换你了，换你了，换你了，换我，我可以讲了。哎、欸，可以了，对对，换你了。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那个？啊，对。欸、你不要这样子。对。啊、你不要这样子。没关系，你讲。他现在他含水上跟啊你，对，你要干嘛？我你想我干嘛？没有啊，你就看一下，因为不是因为我刚刚一直很想弄他，是因为他怕辣。然后刚好今天就有辣椒这个东西，我就很想要。你在这个点的时候讲出来，就很正确。前面三番两次想讲，我一直人家觉得观众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很套路，你知道吗？哪里有？那你继续讲啊。然后呢？那吃辣椒，然后呢？吃辣椒，然后对，我不喜欢吃辣椒啊。对啊对啊讲啊。大家想不想看七七老大吃辣椒？对，然后 and then。对，老大要怎么吃辣椒？你讲。大家想看七七老大吃辣椒吗？对，想想想想，然后呢？想不想？然后呢？想，那大家赶快刷游艇袋好不好？刷游艇袋好不好？刷十个游艇袋，请七七老大吃辣椒。不是你这样子讲的话，好像我们的节目就很套路。没有，我们不是套路，不是因为我真的不是因为制作，不是制作单位一直拜托我弄你。不是，那刚刚是我自己讲的。对，十颗游艇袋，老大吃辣椒，拿来拿来拿来。你家的。我跟你讲，这助理，这个哈，这个节目搭档以后不要找了，搞得好像我们这节目很套路一样。哎，真的是。这没有套路，这没有套路。这是什么？这鸡心椒是不是？这鸡心辣椒是不是？哦，朝天椒。等一下，等一下，我闻一下看辣不辣。谢谢谢谢。这超辣。哦，这超辣的哎。好啦，感谢我们的魔法哥，还有感谢我们的 David 哥，谢谢 David 哥，有499，哎呦，达人哥好像很旺，达人哥，达人是旺旺，然后我们的那个 David 是63 David， 因为他都499，他都499，来拿着一下，你要等一下要给我水，因为这个是朝天椒，这真的很辣，我刚刚闻了一下，朝天椒，厉害的辣椒，好，我来了，不是因为他真的超级怕辣，我真的好想弄他。不是你，我真的好想弄你再演就不像了。我跟大家观众道歉，他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想到这个桥段，啊，真的是，我真的很想看你吃，我整个都不好了，我想看你冒汗装花的样子。天啊，辣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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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辣辣。辣吗？你不是我。好。哇塞，后进来了，后进来了，很辣。你继续主持。有没有是真的辣到了？大家看他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很开心？有吗？好。很好笑哎、欸！我现在没办法主持，你继续。你现在没有办法主持，是不是？好啦，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来玩游戏吗？可以，你们玩，不要管我。我们来玩游戏，不行，我们要一起玩，一起玩游戏哈。拉着他一起、啊啊，是吗？来，请玩，请玩。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玩游戏。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酷的游戏。啊，现在进行到哪了？现在进行到哪？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游戏，是不是？什么游戏？我们现在玩那个甩甩东西，甩。我们要拿，就是有一个，等一下，不是要名字。我们要爱不漏接。等一下，等一下，针对他今天的表现，草泥马先给我刷十只起来，老大快要受不了了。草泥马现在刷给他，我跟你讲，乱七八糟，他乱七八糟，真的。好，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爱不漏接。然后他就是每一个人轮流将那个餐盘上的物品甩出来，然后甩，只要甩到杯子里面去，每一个人有三次的机会，然后
合计命中数量最少的就是输家。然后我们现在等等啊，等等，有没有看到这个很酷？哇！然后我们现在要投票来选，说因为它有三个有玉米笋，还有芹菜跟汤匙，然后就是我们来投票看谁可以先选那个这三个哪一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 David 哥哥现在只刷可爱动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刷游艇袋还是可爱动物，所以他没有直接先刷了。对对对，他直接先刷了。怎么这么可爱？聪明啊！有了哈，有了。哦，大家都送你草泥马了是不是？哎，投票已经投完了是不是？投票投完了哦，还没有投完。来跟你们讲，哦，我好辣，我没办法，没什么办法讲话。来，我们都站出来玩啊。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要把这三种东西排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去甩空中啊，画出一个完美的弧线，然后掉下来接到，看谁接的比较多啊，就啊，这个你就这个获胜，好不好？所以你可以先选，谁先选？婷婷先选，还是 KC Baby， 还是老大？为什么我零票吧？你没有要投，不是投一下老大？不是达人哥，我们也算蛮熟的，你那边也帮我一下，他那边太多了，你知道吗？谢谢戴米哥。来进行啊，这个最后多久？三十秒的投票，不是你们不要霸凌我啊！一个300，一个100，一个5，一个5，好不好？老大。斗胆跟各位要求到至少是77票，可不可以？77票，对呀，不然很丢脸呢。你们这样，77票，你们这样很丢脸呢。有没有77票可以支持一下？有啊，好，可以哦。哎，你看达人哥很挺你，对不对？真的，谢谢，遥遥领先。谢谢达人哥。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上这个节目吗？为什么？是因为其实我邀请你来好多次，你都刚好人在这个国外。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哦，在这个酒吧，不是酒店哦，我和达人哥不爱去那种地方，是酒吧里面遇到的时候，他就哦喝得很，就是比较那个这个那时候他摇晃晃，哎，老大，我们家那一位什么时候可以上啊？那个谁来做客？我说我一直邀请他，对啊，所以他当时非常关心你，对不对？哦，我还跟他讲说，2018年第一集是你，有没有？有啊，结果你又不在，对不对？跑去哪里玩？是泰国吗？一样大陆，在贵州。那你上我的节目会紧张吗？不会啊，完全不会紧张，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对啊，跟你 就看得出来我们很不熟。也没有啦，他不错。他今天我跟你们讲，他今天是故意做效果的。他平常非常精明的一个女生啊，对，非常精明的一个女生。哎，妮妮也来了，妮妮也来，妮妮也是我们节目曾经有来过，对，也是哦，非常好的主播，大家把他追起来，好不好？哎，现在大家好像刷礼物不想停，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再计时哦，这个还有大概30秒左右，来30秒，让大家赶快支持一下。老大也200，哎，我快超过了，帮我超过他，拜托 ，OK， 好，时间到，我超过，时间。还没到，不是时间，我跟你讲，最后一名会拿到那么大一条的东西，不要这样子。时间到，到了吗？到了吗？赶快，最后还有多久？4、8、7，要看要看哦，不要，拿这么大根的位置，2、1，天，有没有？还有没有？3。其实很精彩的，我差一点点啊！停，不可以再抓了，不可以再抓了，好不好？我的妈！谁优先选？所以是婷婷最先，然后 KC， 然后是我，对不对？来讲解一下哦，就是把它放在这里，假如说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你要一抛起来，然后让它掉下去，好不好？比赛一个人有3次，看你这个哈，3次9桶里面接到几桶，听得懂吗？来，听得哦。输的要干嘛？对，输的要干嘛？精力汤，就是苦瓜汤，苦瓜汤。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刚刚不是说一杯小小的事而已，有骗一大杯长大。这有什么？
啊，弄落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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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这样子。啊，就这样。可以，我觉得我输定了，你知道吗？可以可以，我刚刚试了很多次，我没有进去过。好补啊！谁先玩？来者是客，好不好？我来，我们婷婷先来。好，好，自己看好哦。米水，好，自己摆好。我们镜头这不能 take 太近了，三次机会，要稍微远一点，让他看得到。来来来，来喽，婷婷超强，一二三，哇！太猛了，好厉害。太厉害了！你三中三，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哇！一次中哎，好猛啊！我觉得有点夸张。我们奇乐哥哥有进来，跟奇乐哥哥打个招呼。厉害的！哇，他一进来有加持到你，再来，他已经连中三格了，哇，太帅了，真的。可以，再来，再来，再来，你要排好。好可怕哦！他好强哦！我觉得他光这三根已经把我们打趴了。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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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了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干嘛？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啊？你要换这个换手器的概念，好不好？最后一次了吗？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哦，最后一次哦。哇塞！加油哦，加油哦！来了，一、二、三。OK，OK，OK。那你第一次到底是什么？你是赛道的吧？你第一次是赛道的，对不对？来，好，我们第二组，来来来，汤匙姐。汤匙姐要来了，汤匙姐加油，汤匙姐加油，汤匙姐超害怕的，我刚刚都没有进到一个。婷婷刚刚是玩三次中了三颗，三根，哎，真的太强。怎么办？我好紧张哦，只有三次机会，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好紧张哦，我要来喽。来来，赶快帮他捡，赶快帮他捡，捡起来。我来来来来来，这个可以的，不是你我这个是那么大一根呢，所以你还是有机会的。这个刚刚感觉就是还不错，可以可以，你可以的。怎么办啦？我不要喝那个啦！这太难了。哎呀哎呀，你丢一个很远，这很难。继续继续，加油加油！是不是要摆近一点？是不是？可以。我刚看。抛高一点，然后抛高一点，然后看着接，接接接，啊啊啊！好了好了，我有进去，我刚刚丢那个，是，是吗？真的啦。然后挑细一点的，对对，是吗？对，滑滑的。公然在节目上面开黄腔，我告诉你，我跟你拼了，因为那一杯我真的不敢喝，我也不敢喝。头马超话，一二三，啊！快点，要帮你剪吗？你要一样，差一点，差一点，我要，我就是要那三根，那这三根，因为我是念旧的。好好好，你自己。哎，感谢我们的这个奇乐哥哥在我们这里把杯，今天说不定把一把会中哦。来，加油，不要中，不要中，没有，没有，完蛋去，完蛋了，耶，好开心哦！哦，老大跟一个那个呆瓜一样，吓死我！我直接来一个就好了。耶！老大喝，老大喝，老大喝，耶！你喝吧你，你还给我加那么多辣椒，宝宝们，你辣椒你特调，你们想要救老大吗？这个汤匙我要帮你搅拌一下。我是那个主持人啊，只要七个草泥马就可以救我哦，可以吗？七个。没有，不要救他，不要救他，七十个再救他，没有啊，就这很恶心，你知道吗？真的，好啊，这好像，不要挑没辣椒，这超像婴儿的食品哎，超像婴儿的副食品，很健康啦，很补哎，好吃吗？什么感觉？超像小 baby 的那个，超像达人哥，超像达人哥对你好好哦，超像小 baby 的那个大便的，真的清屎啊，你知道吗？哇，可以哦！哎，谢谢我们的小奇乐，谢谢。不是你们一直小奇乐，你一直看他们干嘛？我要喝了，要喝了，是不是？要喝了，要喝了，来了，来来来来来啊！这个祝大家新年行大运，老大哦，这是先干为敬。Oh my god！ 好了好了，半杯半杯，好了好了，辣椒不要吃完了。
很辣，对不对？我在喝水，快快快！这真的好恶哦、喔，你自己要加那么多辣椒。老大，老大主持这一集，看一下，这真的辣椒哎！主持一集这个4000块台币，我讲真的，哇，很便宜啊，很对啊。以后如果有什么这个场子要老大去主持的，想吐，找我去。小奇乐说他想吐，恭喜老大。他是看到你想含着唱歌，他看到这两个，看到你俩，你们看到我会不会讲话？来来来，测下去，这一把老大输，我们再玩一轮好不好？那我们再玩一轮，还有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笑，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笑，来怎么玩？这个游戏呢，就是这个游戏叫做什么东西？我最摇摆，好不好？怎么摇嘞？怎么摇摆？好不好？就是这样啊，把这一个道具。这已经五颗了吗？这五颗，好，五颗乒乓球放在卫生纸盒里面，好，并且把它绑在你的屁股上面，哦，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想办法把乒乓球摇出来，好不好？好，计时40秒的时间，看你能摇几颗，或者是你五颗如果都摇完，我们就算你那个秒数，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来比谁会最不会摇，可以吗？好，你会摇吗？我应该还算。可以摇，你喜欢摇吗？不是，你会摇吗？不会，不会摇，不会。好，我告诉你们，这一次还是一样，好不好？金力汤哦，这个准备好，这一把我不会输，因为我算蛮会摇。你蛮会摇，对啊，我最摇摆。来，谁先开始？刚谁先？我不要不要，我最后，好不好？那赢的先，我最后，我先嘛。婷婷先，好，婷婷先，我们欢迎，请婷婷。欢迎。好，靠起来吗？先摇，摇累摇累，对。这会太大。这可以。可以，你抓着哈，可以抓着，可以抓着。这个位置对不对？你要在哪个位置都可以。好，来来来，等一下，计时哦，计时要计时哦。OK， 好，哎，退一点哈，退一点，去那里摇。对对对，这里摇。对对对，好。好，来，3、2、1，开始。有吗？有吗？感觉可以，可以，可以。没有。看他真的没包袱哎，加油加油，再来再来。再来啊！可以可以哦哇，好像很厉害，他18招哎，他哇，赶快用力摇摇摇摇摇摇，你一颗都没有，哎哎可以哎呀呀呀呀呀，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抓到诀窍了，到底，赶快哎呦哦这个姿势啊，观众们看到已经快要受不了了，到底，好会哦，真的是。好，停，来来来来来，take 看一下好不好？哦，它里面还有几颗？哦，这里面还有一颗，哦，还有几颗？里面还有两颗，两颗，里面还有3颗，你摇了两颗，才有两颗，对呀，两颗。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真的很难，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它的洞很小。然后洞很小啊，不好出来。你为什么？不又不好出来？对对对，不是好出来，讲话很怪，真的。啊，来，换你了，换你了，来来来，你也一样，把它。哎，我超不会的哎。你不要这样子讲，你长得一脸就很会。不是真的啦，真的啦。我真的超。你不要妄自菲薄，你长得很会。加油！我要再来来来来来，不要有包袱哦，不要有偶像包袱，赶快来开始。不要有包，我最有包袱。3、2、1，开始。你在骑马是不是？你要往后。哎，有了有了，一颗。哎呦哎呦，你还有机会哦。可以耶，赢了可以干嘛？赢了不行干嘛？你先赶快玩。两颗。你是耳朵进水是不是？一直抖。赢了可以干嘛？赢了没有干嘛？输了要喝。下腰不是你里面那一条阿嬤的内裤，不是那条内裤啦，是这个。等一下，对呀，3颗，停了吗？停了，停，3颗是不是？来来来，照一下，你不要动，来，哦，它里面刚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摇出来，剩下2颗，所以它是摇了3颗，3颗出来，换我，好喘哦，对呀，很累，超累的。你看我又摇不出来，你们两个算很会耶，真的很会摇，蛮会的。来来来，我们没有男主播没有摇的多好看。来，我男主播没有形象，我跟你讲。来，3、2、1，哇！我妈，我怎么可能不行呢？
怎么会有这种音效还有声音？现在我几颗出来了，几颗出来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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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几颗？几颗？几颗？三颗。啊！哇塞！啊！三颗，三颗。好会咬哦！你输了，输了。输了是不是？输了要怎样？干嘛？喝金力汤。金力汤。又是我们金力汤，不会是你刚刚？啊！对。我好累哦。哎，我现在有没有？因为姚哥太喘，可以喝一下，喝一下东西。老大刚出来，现在有烟吗？烟。刚出来，最后一根烟的概念。哎呀，抽一下。好坏哦。好了好了，我们停，要喝了。喝这个要唱歌吗？不不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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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喝就好了。是刚刚的杯吗？对不对？哦，这个不好闻哦。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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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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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应该是很渴，他应该是很渴。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喘哎。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说什么？真的很惨，我很惨，很惨，很真的很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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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很可怕。怎么能这样？怎么？不你还迷药是不是？来 ，OK， 我们输的把这一杯喝下去。不要，没有了。我不要。我们现在输的把这杯喝下去。我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为什么？来，保安们，不要这个，不要。品评家的粉丝，这一杯开始竞标，有没有？来来来，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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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来来来，好可怕，好惨哦！他是主播里面算是最有种玩的，我跟你讲，你都不看好节目稿，我刚刚出来在这边很热很累，怎样？他那一杯是要给人家刷礼物救他的，是吗？对，然后结果他这样子直接就喝下去了，对啊，没有，我想说他那么渴，给他喝一下，是他有肾啊。哦，老大，没有人要救。老大弄到都，对不起，又是我。老大弄到都翻白眼，很累。然后你不赶快让人家救他，他突然这样喝下去的时候，我傻眼。我跟你讲，好喝了啦，她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算最敢玩的女主播。以前玩这个活动哦，女主播们都不用喝。对啊，是哦。对啊，我操，很喘，你知道吗？很喘，喘一下，真的很喘。哎，刚刚有没有发现是要用什么姿势它会出来，还是没有这种比较随机的？一定哎，下腰下腰，我想那下腰很厉害。可是我刚刚是一直笑，大家一直惊呼叫好，哎，就是这种。不是，它是就是前后啊。没有，你是前后，可是它是这样子。我说它是这样，我真的，它超猛的，超厉害的。你们乱七八糟，不要留言说你们两个可以配一组干什么东西？我们节目是谁跟谁要配？没有了，不是啦，不是啦，你们在一前一后这样乱搞哦，这个哦，我们的节目会哦，这个被禁播，你知道吗？他说老汉推车，啊，你说老汉推车，老汉推车，他说你是，哎，这个活动好玩，你知道吗？以后你们尾牙也好，或者是去开 party 也好，你们都应该要玩，真的好玩，好玩，对不对？不要看似很简单，其实有难度，我想能不容易，而且我现在全身都是汗呐，真好玩，真好玩，这个活动，以后哈，大家真的推荐给你们尾牙可以玩，谁想出来的还不错，只有一个卫生纸，哦，谁想出来的还不错，老大老汉推车。很厉害，很厉害。玩到哪了？现在就是要表演一下啊！你这样可以，还有办法唱歌，这么喘可以吗？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喝口水。好，来，宝宝们，好好的把它分享出去，好好的把它分享出去。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哎，不是唱歌啊。对，不是。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又没有照着来。厉害的。你没照着来，你知道吗？没有啊，厉害的啦。什么？就是这样哦，我告诉你们是做这个事情哦，知道吧？啊，这是什么？两只，两只一起，两只哦，两只一起呀，一次两只哦，好不好？婷婷非常厉害，从来没有主播在我们的节目上有表演过这么厉害的东西。今天要告诉你们，她不是只有甜美的外表，她不是傻大姐的个性而已，她还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什么东西？今天要表演什么？很酷，双节棍。双节棍，好好的哦，这个
为大家表演一下。哎、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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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双节棍之前礼物要先刷起来。哦，对啊，刷礼物行不行？什么？你随便点一个礼物。随便点一个礼物，你喜欢什么？那个草泥马好了。草泥马几只？十只。十只、啊啊。你吐？你当我是？你当我们节目是乞丐哦？草泥马十只，看你双节棍。少说要来个几只？不然十二，好吧？好，啊，不，什么十二？当我是乞丐哦、喔。少说五十只，好吧？五十只就好了，五十只草泥马支持起来。啊，很累，很累。刷起来哇！哇，我们的达人哥棒棒的，棒棒的，谢谢达人哥支持。哎、欸，跟你们报告一件事情哦、喔。跟你们报告一件事情哦，今天刷到的节这个今天刷到的礼物哦，我们还是会归还回去给婷婷哦，不是老大吞掉，也不是官方吞掉，所以各位只要是我们哦这个谁来做客刷的礼物，我们都是回给主播的，请记得这件事情啊、哦。我不知道 David Angel 是不是、啊、是吧？是吧？也、啊、也是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要在那边得罪人了、哦、不好。对呀、啊、，David Angel 也是啦，我们一期官方的节目，他有一套制度的，好不好？回去给我们的这个婷婷主播 ，OK， 谢谢来，好了，谢谢，来来来来来，节目要开始哦，来要开始哦，掌声鼓励一下大家，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精彩哦，好，来来来来来，哇，好大声哦，好厉害，还没，加油。再来再来再来，好紧张哦，不要紧张，好厉害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继续，没有关系，再来，鼓励一下我们婷婷，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哇，哇，啊，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跟你讲，这个厉害了，即便你后来耍掉了，刚刚摇得太累了，对，这样子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好，还不错啊，还不错啊，你要不要试试看，拿那个去打打看？对啊，我可以教你，你要不要教他两招？来来来，上上上，教他两招，哎，就是你先抓这个饼的最前面，抓前面，对，然后你就打自己的肚子，打肚子，对，打自己的蝴蝶袖，这样子。可是我今天衣服不好洗，抓这里，抓这里，抓这里。好，然后挥挥挥，对，然后这样。不是你，你干嘛？等一下，他刚出场超烦。你是背很痛是不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不求人的概念是不是？他刚出场超帅，我要学一下。你刚出场再出场一次，快，我要学。哦，就没有，就走到前面，然后展示一下，然后横一个。好啊 ，OK，OK，OK， 展示的动作可以。我要学哦。好。不是啊，以后不要发这一个好吗？他真的这样子有点冷掉。谢谢我们，感谢婷婷非常棒的、非常棒的表演。来来来来，请坐。不是不是，不要拿这个来，我看一下这个，我真的会痛。真的会痛。你刚刚中间有一个过程，突然绑了一声又打到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痛。还行，我之前练是用完全是铝的那种，真的会痛。之前练的时候应该要拿两个大肠，比较软。好 ，OK OK， 这个比较不会痛，这个不错，他这个一个女生会这个东西。没有，他说他本来以前是全部都是铁的，是不是？对，后来就换这一个，这个就不会痛。OK 啦，这很棒。这个才艺还没有人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表演过，好不好？除了要有舞的之外，对不对？还要有比较文静的，对，能文能武，是不是？是。来，欢迎婷婷进行吞剑和跳火圈，是吗？来，不是吗？不是吗？我还没练好哎、欸啊，不是吞剑啊，啊，就是胸口碎大石，也不是、啊，不是，那是什么？是什么？唱好想你，唱歌啦，好了，唱歌，唱歌，来来来来来，然后带来一首歌曲，欸、你要不要先喘？先喘一下，喘口气，再喝一口水，再喝一口水，真的非常棒的，真的很厉害，超喘的。来来来来来，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主播，刚刚为大家带来哦，比较哦这个。
粗暴的部分，现在给大家吼文静的，来来来，哦，欢迎我们的婷婷带来一首歌，是想要唱给你们听的歌，叫做《好想你》。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爱你哦，跟老大刷起来。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爱你哦，爱你哦。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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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一个女主播，好甜、哦，非常非常甜美的声音献给你们，啊、超甜的。在她甜美的外表之下，其实过去的心酸呐、啊。真的还是要让大家看到，真的啊，我讲真的、啊、过去是有非常多心酸的部分。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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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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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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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哇、啊、非常好听，真的非常甜美，真的，尤其你在耍完这个之后能唱这个算很厉害了。对啊，而且其实刚刚达人哥小仙女他们觉得这首歌怎么唱不完啊，对啊，你如果这个好想你继续唱到大概四点多的话，可以吗？大概会有大概6亿多万点，对，因为他们没办法，只好一直处理，知道吗？一直处理。这首歌有一种唱不完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是要这样哦，让大家哦在这个你的这个旋律当中哦去这个回想过去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来来来，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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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我不要这种音乐，给我一些比较那个的，好不好？对对对，因为啊，老大除了我们的节目一直是这样啊，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些主播的优点，并且哦、啊，从他的过去一直以来，我在讲很感性的话，你拿那个东西，我快要中你了，真的啊！来来来，继续啊！一个主播曾经从很低潮的时候不为人知，然后继续走，走到凭借着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让逐渐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发现他的甜美、纯真、美好。一路走来，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其实这个时候是你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在直播间哦，不太能够把你的情绪全部发挥出来，在我的节目真的好。其实最多最多的还是要感谢所有一路陪伴我支持我的所有宝宝们，对啊，他们不管是在我最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在我冲活动也非常开心的时候，都一直陪伴着我。然后我现在要感谢他们，我一一的唱名我们帮派的所有伙伴，像是达人哥、还有友哥、小鱼哥、还有医生、还有范范以及豆腐哥、丹丹、文玉，然后小 J 哥、还有贝贝专属 J 以及快乐哥、还有峰哥、Nick、滴滴、Ricky、还有小松鼠啊，不是小松鼠，建安，然后还有优尼尔克新一哥、还有木一哥跟 Jerry、咪咪，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们，都是一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我觉得。
今天来看你的仙女，今天来看你的奇乐哥哥，然后还有大伟哥，然后还有杯杯、关关，然后邦邦，然后俏喜，然后还有好多好多。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认识到这么多的朋友，像是七七老大跟 Casey Baby， 对，然后我都觉得这已经是超越我对直播的一个想象跟限制，因为以前对我来说，可能直播就是一个工作。你可曾有想过，有一天直播间大家都会看到你？没有，因为曾经还是非常排斥这个工作。嗯哼。对啊，然后一直到觉得接受到它已经真的侵蚀在我的生活里面。你无数次直播的时候没人看，没有人送礼物，冲活动的时候冲不上来，请问那时的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放弃过？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很就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当然是很想放弃。但是我觉得我一放弃了，就会很辜负所有一路还不愿意放弃我的人。对啊，不，那时候也没有很多。就是你怎么五哥对我来讲很多了。五哥真的、啊，对，当时他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有走过那一段时间。对啊，进去他的直播间不讲话会被他抓到。因为上面那个头、就是、看得到人数没有，真的，我讲真的哦、喔，真的，对啊，对啊，所以走到现在一路变成一个大主播，你想抓都抓不到，对对对对，人太多，嗯，到有特制力，哦，对啊，我们的那个特制力，你知道是主播的心愿吗？嗯，我没有特制力，他没有特制力、啊，只要有一个特制力，就是一个你一个。等于说是一个里程碑，对啊，有特制力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受？看到直播间里面上面的跑马灯写“婷婷特制力”出现的画面，哦，是这个哦，怎么？哎，是达人哥是不是？对，达人哥做的。不是啊，你要做，你为什么不做他的？你不是不是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了。没有出现的画面居然是你自己支持的人才有这个，请问是什么感受？会一开始真的觉得不可置信，因为你要跟我讲，我没有过，会觉得这次我真的能够拥有这一切吗？那当下，对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我的努力可以被看见，是或许大家都很努力，然后一直期待，就这么有一天可以被看见，我就是现在觉得自己配不配得上现在目前的支持，坦白讲，就我还是。满满的感谢，真的还是很谢谢不够，所以好好继续努力，让大家看到你，你是真性情的主播。对啊，没有人看到你的那个时候，你努力到现在，现在更多人看你，所以你要更努力。嗯嗯，对不对？加油，是不是？加油，很棒，真的。好好的再感谢大家一次，真的。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谢谢今天来的所有你们，我觉得我真的好幸运，然后可以获得大家的。照顾跟爱跟关心，然后你们不愿意放弃我，然后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一直陪伴着你们，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跟大家一起度过每一个每一年。在一期还有非常多主播，如同你的故事前面前半段一样、嗯，还没有被人看到，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说一下？就是要持续的努力，尽管你有多想放弃，然后有一些负能量的一些念头的时候，找一个方式抒发，不管去运动啊，或是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抒发完之后回头再来继续努力，我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就是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例如说刚刚我们背那卫生纸那个就很好对不对？对，你如果怕没人看到你，你可以自己也背一个在直播间的啊，对自己摇，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很好啊，就抒发发泄啊， 对真的、嗯、哦，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婷婷主播真性情的演出，我今天访问他最大的东西就是给你们看到一个真的人，在直播间里有一些是真心的主播，男主播当然我是非常真诚，女生我认为婷婷是真的，她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她有她的情感，她有她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最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而且她上次如果听我讲还没，如果哈等一下啦，如果你们觉得一期玩到现在是虚情假意，很多的主播是满满的套路的话，老大真心诚意的推荐一个
非常真实的主播给你们，就是婷婷，把她追踪起来。好，你要讲什么？没有，不是因为她上次那个特制礼的时候，婷婷真的很真诚，她是直接九十度鞠躬在直播里面，就对着大家鞠躬，哎，那一秒我落泪。谢谢大家。对啊，真的，她谢谢大家，就是刷那个特制礼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真的非常棒。她是九十度鞠躬，哎，真的真的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就是很感动。看到那一刻，好啦，最后再让他跟大家讲讲话，在满满的爱你哦之后结束今天吧，来吧，最后给你三十秒的时间，该怎么讲随便你，满满的爱你哦，让他看到真心的主播，今天大家真的看到他，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支持他下去，来，时间给你，满满的爱你哦，全部让他看到，我要搞哭他，赶快爱你哦，现在快 ，come on come on。刷起来，大家都刷起来。有时候是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可以获得到大家的爱，然后你们都这么的帮助我，然后不放弃我，然后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我从2017年哭过好多的泪水，我觉得那是幸福的。我在这一生中第一次就是流了那么多这么幸福的泪水，然后都是很感谢每一个在我直播间的你们，还有今天在我们那个谁来做客的每一个你们，都是愿意陪伴着我，然后从我以前到现在，不管如何都是一直在我的身旁。希望未来也能够跟大家继续走下去，然后记得追踪我，婷婷薯条，谢谢你们，我真的感谢你们。感谢大家今天收看谁来做客，谁来做客的存在就是在想要把一个直播间里面最真实最真诚最好的主播推荐给你们。今天有婷婷，过去有杯面姐姐，有邦邦，有关关，有美人鱼妮妮，无数无数非常非常好的主播，未来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持续为大家推荐七七老大认为在我们一期里面最好最真实的主播，感谢大家收看《谁来做客》，我们下周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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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